Double kill. Headsho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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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uble kill. Holy shit. Hey,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商人。今天是拉威尔全新造型，神秘敬畏。目前呢是一个可以直购的造型，而且呢是限时直购，据说呢之后就会下架。目前售价呢是1200的。首先，如果你喜欢这造型，请我们点个赞。喜欢影片的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那是最好的支持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的队友就相当勇猛了。首先呢，欧米伽控制控得不错，成功于这地方三个英雄。蝴蝶呢有帮忙打残敌方，将我们成功收头。这么呢，射手就像是养猪牛，大家该养他的孩子了。前期呢，我们要以发育为主，保守一点，不要死亡。等我们发育起来呢，后期就可以照队友，就是互相关照的概念了。前期队友照我们，后期我们照队友。由此可见呢，你可知道拉维尔适不适合单排？单排应该不会有人保你啊。如果你遭遇到的敌方是三排的，比如选一个刀锋啊什么的，一直针对你的魔龙路，那拉维尔呢也是一只最好被针对的英雄。如果魔王打野呢，在单排的情况下遇到拉维尔，也会给他多多关照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玩拉维尔，是不建议单排玩的。他不是目前的主流单排神角，如果你要单排的话呢，卡芬尼跟海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拉维尔本身的特性呢，跟特尔纳斯非常的相似。基本上它就是特安纳斯，功能也是一样哦。只不过呢，特安纳斯的输出距离稍微远一点，但是呢，拉维尔可以攻击多个目标。还有呢，拉维尔的大招比较有战略性。再来呢，拉维尔的二技能在团战中的生存力也比较好。出装一魔纹，小精灵呢会根据我们个人的攻击还有攻速锁定了。拉维尔非常适合出小精灵。再来呢，由于我们装备暴击率相当的高，因此呢，我们奥义带暴走、精灵还有龙爪。中间可以塞3-5颗多脆，基本上呢三颗应该足够。装备要去教我们这样出，很多射手都会这样出哦，像以前的卡芬尼、玲玲，还有我们拉维尔、史兰兹。这装备呢有非常高的暴击率，有吸血、有穿透、还有复活。这里欧米伽呢一马当先，运到敌方，我们补个控制，就成功到敌方爱丽丝，那有赚。这波队友不错，成功击飞，再补点伤害。待会敌方拉维尔，但是我们扛太多塔了。那复活中呢回来中路，拉维尔可以的话呢，上人线也是不错选择。只不过上人线呢，你要看看你的中路跟辅助。有时候呢，如果你队友选的不适合上人线的英雄，我们要看情况，不要被耗太多血。运敌方爱丽丝，队友接晕眩。那最让我们的三人组呢，每一只都有控制招哦。所以呢，控制罩可以接起来，而且呢，我们都有范围输出，因此呢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三人线的选择。罗恩的话呢，罗恩的话就比较不稳定，其他地方三人线也不错。如果爱丽丝跟罗恩成功连招起来，也是相当的强。奎伦不错，所有地方残血罗恩，这样子吧，我们可以推一个防御塔，掉塔之后呢，反一个眼。这边的剧本呢，我们反野吃龙也可以，或者呢也可以过来推塔。有欧米伽在推塔很快，那推了就有赚。这边我们在上路耗的时间有点多，反我敌方的野怪，那回中路。看吃不吃得掉。哦，有一只星葵，结果星葵血量很残，我瞬移上去有机会把他带走。星葵这英雄，大家觉得他强不强？那这边算是失误哦，我们的二技能是可以挡掉插人的，可惜没用好。清了下路兵，再来吃个塔发育一下，吃个野怪。
下路有罗尔，也是超人，超人血量不满，待会我们会面对超人跟罗尔。附近没有队友在，敌方意图已经很明显了，两侧都已经露头。任务外的麻烦事，那我看能不能守这一波。主要是没有晕眩，而且有范围输出，是可以同时把兵线清掉，还有打敌方英雄。可惜呢，最后被敌方超人推着，强化恢复又没按出来。敌方超人呢，就收了我们两个头这一把。防御塔收了一次，只要空档能追上去，收敌方拉维尔。那我们血量比他多呢，经济差不多就可以打赢，而且拉维尔本身没有位移。顺带提呢，拉维尔二技能开启之前还会有还速效果。他的手呢会比特安纳斯稍微短一点，爆发力呢会比特安纳斯稍微的低一点，但其他方面呢好像都胜过特安纳斯。当然也只是小幅而已哦，毕竟我们可以挡招也无敌，特兰纳斯的扎招也是可以挡一个控制招的。抓坑的哦，敌方幸亏剩一小滴血，我先把血量吸回来，先把血量吸满再说呀。下路有一波新的兵线，中路也有，那我们去中路好。这注意一下，我们有三个人，克里希呢是一个很可靠的中路哦，欧米加是一个很可靠的辅助，有时候呢，大家选角就要选这种可靠的英雄。上路有点危险哦，欧米加趁着还有奎伦去帮忙，这里我们晕到的地方，有此可见视野很重要哦，有视野呢我们才抓到敌方，这边完成双杀。那这波双杀招前呢是互相的配合，首先瑞克给我视野，再我们帮忙控制帮忙输出，却同心协力呢得到了结果。这个塔呢是可以拆掉的，超人推不了，带走，打出第一个破口。这边附近没队友，哎，有一个欧米加，欧米加是队友，我们撤的速度可能会慢一点了，结果这凯撒怎么再打我呀？希望大家拖延一下敌方的时间，成功拿下。上文嗜血功能剩30%，原本有60%。可以补充一下呢，凯撒现在是一样降低回血效果一半吗？还是改成40%？现在我们技能在冷却中，顺利快要好。这一波打架呢是没有嗜血功了。我们等一等我们的天空巨龙，队友是放的不错的，同时呢中路跟上路兵线也有在带，先留着超人，超人最烦的是控制罩，带有敌方的罗尔，我们攻击呢是锁定攻击哦，也不会空。 OK， 打出空档，这边有多大少优势呢，敌方艾利斯太靠近了，先秒他，后来再收敌方阿维尔。二技能好了，嗜血功也开好了，哦，抓到一只星魁，打我星魁超人，就这地方主堡，只是战游戏。那以上是我们带来拉维尔全新造型，神兵精卫的三解说，目前是只够1200点，堡垒王的关键呢，前面好好发育，多多更好的团，拉维尔是团战型的射手。那就来感谢你收看，我是三恩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